以前我虽然平常私底下很活泼，但我在大众面前我都会有点，因为个子小啊，就会退。我后来准备读大学，我觉得这种个性很不好，这样很难成大事，所以我就勉强逼，在任何场合我一定会做这个或这个，就是最前面最中间。以前就个子小，一定排前面的吧，但我就很喜欢坐后面躲起来，看到老师能闪就闪。但后来我觉得这种态度绝对无法成就事情，所以我就逼自己一定这样勉强，刚开始都不自在，后来习惯了，所以我做很多事情都会往前，这不是强出头，是面对。所以这个习惯一改变以后啊，连做梦梦到鬼啊都改变。我梦到那个鬼啊又好可怕，在那个溪谷当中，一个鬼一直过来，我就一直跑，跑一跑，我做梦的时候，为什么是我怕你，不是你怕我？我转过头来，他冲过来，我就冲过去。他看我冲过去，他就跑了。啊，我就换我追鬼哦。你看，啊，他就爬到一个野竹树上，我说下来，下来。我说因为一转以后本来是鬼贼鬼抓，你看我连做梦都可以改。所以那种心态你试着看，不要一直被，因为经典说的，后来化解我这种个性，经典有的都有。他说怕非人就是鬼，怕非人被非人所乘就被他掌握，怕烦恼被烦恼所乘，就是你被他掌握，你怕